现在请最后一位小朋友请进场。刘敏芳，如果小妹太小了，你可以牵着她走啊。等一下交叉干组啊，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那个交叉摆起来，交叉干组30公分的把它摆起来以后，然后选手继续跳。这个小朋友举得很棒啊，非常漂亮，绝对好，哎，最快的。好，下面一个交叉杆组的陈廷恩。